不要再睡觉了，懂吗？啊！不要再睡觉。对，睡觉是好事情。那我再继续睡吧。不要。好像没睡饱的感觉。木然。刚撞墙，然后顺便进大炮是怎么样？啊，就是这样。死定了！哦，好险，没事。反正我有这个。不敢相信你会走捷径，然后掉下去。所以我不会走。会呀、啊，至少你会从那边过去、啊。那是假象哦。你会不会控制啊？我要试试看捷径。哦，那我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真的差一点。看你成功捷径吗？搞屁呀！那个是嘛？我的好朋友，今天就做了吧。准备被电吧！开始。射死那只毛球啊！没有射中。哦，我喜欢喜欢。我可不想那边弄到了。是吗 ？OK。抢我的道具，你射那个假毛气球啦，笨哦！射完他再走，太慢了。
切都是你害的。屁。都是你射那个该死的臭龟壳的时候。没有吧。最好是没有。我只丢香蕉皮而已吧。你给我丢一个龟壳。有吗？你没有听到嗡嗡嗡的声音啊。往后丢当然没有啦。本来就没有啦，本来就会呜呜呜了，好、啊、没有了，吃完了。就是往前射才会好不好？那可能把它吃光。哇！说什么要去什么？十字军。两个哪够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个可以把它撞坏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你那么想的话。壳，我的个头！Oh my！ 你哪那么多红龟啊？死游戏！给我这个啊！没笑熊那个不会追踪。那个也。